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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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最近好像疫情又起了哈，那大家的那个人心都比较就是会比较恐慌一点了哈。那其实这时候其实都应该是多宣传一些善的事情啊哈。那像很多年以前就在开始就讲啊哈，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啊，很多的媒体都报道的都蛮血腥的啊哈啊，或者是一些暴力的事件。他其实有时候也要报上一些比较就是良善的事情哈，那现在的一些就是那个磁场啊，还有很多方面能够有所改善哦，不然的话哈，那很多东西借由媒体或网络的一个宣传，反而就是那个效果都是很加成的哦。啊，所以最近有听一个医生，他就说啊哈，有时候其实在做善事的时候也要有一个体贴的心呐哈。那我们在讲，不管是经典讲到在就是所谓的真谛的经典，或是在怎样的经典哦，终究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念头上面嘛哦。那这位医生他就讲啊哈，他曾经去帮助一个就是穷困的人啊哈，那就那个因为有人会送那个医生礼盒啊，送过去的时候啊哈，那个医生就把那个礼盒啊哈就直接送给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贫困的人。好啊，那个人收到以后就不好意思。好，那到了隔天啊齁，就是隔个礼拜他再去的时候，那个很贫困的人呢又花了那个钱了齁，然后买了一份礼物送他。然后他就开始思考，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好，因为他就是因为贫困所以要去救济他。那他又这样的一个礼盒又造成他一个压力齁，好像他觉得那哇这么大的礼盒，他拿到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又买个礼物又再回馈给那个医生。那医生就想，那这样子的话他下次去的时候他就把礼盒拿掉齁，然后再掺杂一些其他的水果，看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慎重，可是还是有他的心意在。那个比较贫困的人就比较能够心安理得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收下来。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有时候我们在帮助人家的那个布施的那个心啊齁，你看像这个就没有所谓的我慢，对吧齁，这东西给你哇，那个这布施当中如果没有这个我慢的时候啊齁，其实可以有一种同理在齁，那当中就有那个同理的感觉在齁。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这个样子齁，也必须要这个样子齁。好，那我们上礼拜讲到同学看一下那个因为我们看两个版本齁，现在同学拿到的是憨山大师的部分齁，那另外一个版本是藕益大师的啊。藕益大师他的注解的部分齁，就是他在讲的这个序的部分讲得非常详细齁啊，所以我们会用他的序的部分再讲一下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就是赶快讲经典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再花个一堂课哈，把这部分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同学也必须要了解，就是一般的祖师大德在对这部经典他的一个诠释哦，他是把这部经典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啊哈，就开始说啊哈，他为了那个为五比丘啊哈，说是地法哈啊全这个生灭理。好，那这些然后名为就是第二个阿含识哈，这里我们有讲到所谓的六识的部分。好，那这边后面我们讲到的所谓的好同学的问题会在这里，就是对半明满这个问题。好，那对半明满呢哈，其实就是所谓的八，我们从八教来开始介绍好了。啊，台家好天台他所立的八教。好，那从那个于华严时啊哈，然后再到法华哈，然后涅槃时五时所说嘛，哦，所以它分成五个时间哈。那或
化法呢，就是四教还有化仪的四教，所以它分成这两种，一个是化法的四教，一个是化仪的四教。那化法的四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区别。第一个是所谓的三藏教，三藏教的话就是经律论之三藏，那部类呢就判然，那这个在三藏教里面，它就是说因缘啊、生灭之等四谛，那其实就是一般的那个小圣的一个通称啊，就称为三藏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讲正教这个声闻缘觉之二圣，然后盘化菩萨者，这个叫三藏教。那再来呢，第二个是通教，通教就是说即空无生之四真谛，本来就怎样，一切本来所有的事物本来就是怎样，它的本质本来就是空的，那既然是为空的话，就没有所谓生灭嘛，所以这边无生，他讲的是真谛。那此通三圣而同学者啊，然后但以怎样菩萨为正基，所以在以通教来讲还是怎样以菩萨为正基啊，不过他还是怎样通三圣，通三圣，三圣我们就知道就是怎样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这三圣，那可是呢，在通教当中他以菩萨为正基，那二圣为旁基，那再来第三个呢，别教的部分，别教就是在二圣人不同啊，那别对菩萨呢，说大圣无量之法事，这个就是怎样以在别对，就是与二圣人皆不同了，那在另外再对这个大圣的这个菩萨呢，说大圣无量之法，这称为怎样别教。那在第四个圆教呢，就是对最上立根的这个菩萨呢，说四理圆融之中道实相，这一切的那个就是圆融的中道实相的这个，它称为叫圆教，称为圆教，所以同学可以了解一下，它这个的分法，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上这四教呢是化义众生的法门，所以称为化法，那化义的四教呢，就是这个就以众生的根器，有这个众生的根器比较有些种种的不同，那它分成四类，所以它这边称为化仪四教，同学也可以了解一下啦，那第一个是为顿教，这是对于顿大之机，就是讲顿说别教圆教之大法，像华严史，华严就是为怎样被称为就是这样顿说的别教跟圆教这个大法，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见教，这个就是讲对见机呢，还有见次第啊，然后说化法的四教，就好像是在那个入圆方等啊，波罗三十之说相，这个顿的部分就当下即是啊，顿的话它就会见的话它就有时间，一步一步来，好，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秘密教的部分，这是对一种机啊，说秘密之法，那使一会之人呢，自他护之啊，所以是由怎样如来身口意啊，不思议力啊，这就是这样用菩萨的那个用如来他身口意的这样不思议力啊，让众生能够了解，那这称为秘密教，那在第四个不定教，在一会当中啊，说一法，使闻者意解，那或者得意呢，或者不得意啊，化法的四教就很像怎样药味，那化仪的四教就很像药方，这就是合成怎样所谓的八教，那止观义力有讲啊，顿等四教，是佛化仪啊，那正等四教，然后是怎样佛的化法，这个同学大概了解一下，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味，还有半满的意思，我们同学回到这边，
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这边有没有后面会讲到所谓的对半明满的部分？那什么叫做对半明满？哦，它就是对这四教而称呼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的一个诠释。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天台所谓的五位八教的一个判教体系啊，哈，就是由五位呢，哈，半满相所建构。啊，所谓的五位就是讲见，就是顿见，哈，五位。好，那这个由顿见所形成的这五位教，哈，那半满呢？半满就指的就是这样，这个暂通别圆教，哈，那因为以暂教呢，哈，为半自教，哈，是。哦，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所谓的三藏教的部分讲的是小圣嘛，对不对？哦，所以它以小圣为讲半满，哦，半满。那通别圆呢为满自教。哦，我们刚才看到以通来讲，它虽然是三圣都通，可是呢，它是主要是以那个菩萨当机啊，对不对？哈，哦，那别呢就是以怎样，也还是以菩萨为主啊，哦，所以这些都是怎样为满自教。那通别圆呢同为满自教，哦，那但呢通教偏于怎样三圣共学之全巧。那别教呢，哦，这边就在评论，哦，评论，哦，这个通教呢，哦，它怎样全巧就是一个方便，哦，同学知道三教嘛，对不对？哦，刚才说的菩萨声闻缘觉的部分，对不对？哦，那别教呢，哦，又怎样偏于怎样独显菩萨之全巧，也就是他这个都是在独显那个菩萨的一个怎样方便，哦，一个方便。那这个又偏全之满教，那实不足作为怎样真正的满自教。哦，那真正的圆就是说他认为能够真正的满只有怎样圆教。哦，圆教的部分同学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哦，这其实啊，哈，同学要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在刚看的时候，因为它是名相的问题，哈，那我们比较不熟悉，哦，那可是我们再看多看几次，其实就可以这样了解他在讲什么。那像通教的部分，他这样说即空无生的是真谛，哦，什么叫即空无生呢？哈，一切本质本来就是空的，对不对？所以他讲的是这样。最佛法里面讲最原始的这个道理，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就讲，哈，哦，这个通教的部分它还是这样，在这部分。那圆教的部分，同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对于怎样最上帝根的菩萨说怎样事理圆融的中道实相，所以呢，哈，哦，这个是最为怎样，好，哦，就是最为圆满，好，哦，称为怎样？能够真正的明圆的，哦，同学对明相的部分，哦，我们就放轻松听啦，哦，啊，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带过让同学稍微了解一下，哦，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就把它背起来或怎样，哦，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了解，哦，有一个了解，哦，同学，所以我们回到这边，同学就了解了，对不对？哦，所以在于这个化疑为见之中啊，哈，哦，譬如时时啊，又好像讲若啊，哈，哦，出生书啊，哈，哦，于化法哈，哦，为怎样四方并四教并堂，哦，啊，所以这个对半明满，同学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了，对不对？哦，满的就只有指的是讲圆教的部分。哦，那半的部分就指的是这样藏教的部分，哦，所以藏为半自教，然后讲通圆，通别圆为讲满自教。那真正满意的，哦，在那个天台来讲，就只有圆教，哦，就只有圆教的部分。好，那所以立根呢，他得满意；顿根他得半意。那先成这样圣者呢，哦，在密得这样通意。哦，那有秘密的部分嘛，对不对？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次语呢，哈，哦，这个四大弟子共转
法轮呐、啊、哈，会一切法皆怎样摩诃眼哦，都怎样一切皆为怎样大圣的哈，所以名为怎样第四般若识。好，同学要知道般若呢哈，就是怎样一切法都不执，叫做般若。哦，所以般若又称为怎样佛母哦，又称为佛母，也就是同学。如果我们要成佛的话，必须要怎样习这般若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第四，那个第四的第四识的时候是怎样为般若识啊，哦，所以一化一啊哈、哦、为见之中啊，哦，所以我们可以讲，譬如偶中啊哈、哦，又可以看身疏啊哈、哦，又出怎样熟疏，那于化法当中怎样带通别哦，证明原教哈、哦、是怎样。界内呢，哈，积德通教三圣共般若界，哦，所以同学，这个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好，那再来第五个法华识啊，哈，法华识，哦，那这个就是这样，在临三会上开全显识啊，哦，那开尽显远，哦，这就是名为讲第五法华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五法华识，其实重点就在讲。显出这样实的部分，也就是显出实教的部分啊。那因为我们这实相的部分，那可是实相的部分，我们有讲过，它不是用文字可以叙述的，所以它只能够用一些怎么样全的方式，也就是一些方便法的方式哦。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全当作方便讲的时候，同学就会比较理解哦。也就是我们用方便。方便法的方式去讲显出那个实的部分，这也其实就是法华经它里面有很多的譬喻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很多的事物呢，我们没办法一下就那个契入到实相当中，对不对？那实相的东西又不可以用言语跟思维去思维的，所以呢它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只有怎样用一个方便法啊，那你能够大概的一个形容，让你可以大概了解什么叫做实相。可是这个东西怎样，还是在文字当中，还是在文字当中。然后呢，哈、哦，所以于化仪当中怎样，会兼怎样，归顿哈，兼、哦、再来就是怎样，会把慢慢的归到顿当中了、啊、哈、哦。很多那个佛经在讲的时候，会慢慢的归于顿。哦，顿的部分就是它的要义在哪里呢？顿的部分就是一般的众生这样佛性都具足嘛，所以所谓的当下即是。哦，同学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就很容易了解。哦，那见的部分呢是这样，就一般的众生啊，哦，他慢慢的哦，然后持戒啊，然后修掉他的一些。就是贪嗔痴的部分，然后慢慢的有种种的那个修持，这叫做见。那顿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呀，当下即是，当下契入的意思。哦，好，那所以译名怎样？非顿非见啊，哈、哦，这边我们知道很多的佛法，如果到了大圣很多到后面的时候，都会怎样？所谓的非呀、啊。哦，因为你没有办法用顿或者是用见去形容嘛。哦，因为我们言语上哈、哦，就是顿跟见就是两边。那可是我们刚才想，你看那个《法华经》有没有？我们不是刚才说到那个莲花的叙述嘛？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时候，莲花到底是清净的还是污染垢的呢？对不对？哦，可是我们看莲花本身怎样？它是出淤泥的，可是它怎样是清净的，哦，那就很像一般的众生一样啊，哦，那个虽然现出众生相，也就是那一种染垢相，可是它的怎样本质的部分是怎样佛性具足啊，也是清净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哦，你说是顿。也不对，你说是见也不对啊，对不对？哦，那譬如呢，哦，日轮当午啊，大地普照，哦，庆无恻隐、哦，又好像是怎样？我们看到这些啊，哦，从熟疏出那个醍醐啊，哦，于化法当中怎样为纯元啊，哦，无一人不得作佛，
哦，没有，大家都能够这样成佛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出本怀于死，这样死唱啊，这意思是这样，佛到现在才能够这样忏怀的讲啊，哦，因为刚开始的众生大部分是这样小乘根器嘛，啊，小乘根器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讲的这样清清楚楚啊，因为怕有很多的人这样没有办法看受啊，对不对？哦，那所以他就开始先讲前面的啊，哈，哦，那个像《阿含经》这种小乘的经典，然后在后面大家能够比较接受的时候，这样哦，才有办法像《法华时》的时候就开始要讲显实的部分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举凡呢，哈，哦，如来化众生之方便呐，啊，哈，哦，那施设教网宏纲呐，啊，哈，哦，都在怎样？此经当中这样开方显示，好，所以同学啊就可以看到啊，哈，我们看这边就知道怎样，知道这部经典的重要性的，对不对？哦，因为怎样，如来化度众生的方便呐，哈，还有怎样施设这些教皇这些宏纲啊，哦，都在这个经里面呐开方显示，哦，也就到这边佛开始要怎样。忏怀的讲那个就是实相的部分了，哦，那这实相的部分怎样都从此经才开始，所以这个怎样，所以读名为讲妙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妙字怎样，哇，形容的真好，我们之前有讲，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涅槃福利长啊，哈，不过这样取为这样，这些有些都是这样为了末世顿根啊，哈，再重施这些方便啊，哈，那秘密不定两种化仪啊，哈，是偏向之前的这样事实，哦，唯有这样法华是显露非秘密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经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所以他后面讲到这些。用五重玄义，哈，哦，这个，一法为这样，法欲为名，有没有？实相为体，那一生因果为宗啊，哈，哦，然后断以生性为用，哈，哦，无上那个醍醐为这样教相，哈，哦，我们就知道这部心啊，哈，哦，其实啊，怎样法欲啊，有没有？哈，哦，我们妙法有没有？哈，哦，以法欲为名，对不对？哦，那再来实相为体，哦，那再来讲一圣的因果为宗，然后这样最重要的是这样断于生性，也就是要让大众怎样，要对实相的部分要怎样产生信心啊？虽然这样东西是我们怎样看不到、碰不到，没办法用思维可以思维得到的，可是呢，这个实相的部分怎样确实的存在。哦，那我们也讲到所谓的实相就是所谓的五相嘛，对不对？哦，好，那上一次讲到就是这边三藏哈，但半字怎样生灭门嘛，哦，那不能通满理，对不对？哦，故出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刚才用那个同学还记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如果因为这个今天电脑只能够，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以那个藏的部分怎样为半满，好，哦，五味半满的部分嘛，哦，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看三藏的啊，但半字有没有生灭门啊？有没有？本身呢，小圣还有所谓的怎样？入涅槃嘛，所以他还有所谓的怎样生灭，哦，那所以他不能够讲通满理，哦，所以这样比较讲粗啊，比较粗糙，哦，那满呢是讲不生不灭门，哦，那所以这样能通满理，故妙。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哦，前面讲的圣是讲小圣的部分，他这样。哦，因为他还有所谓的这样，一般小圣的他最高的修那个修行的成果就是这样，
哦，阿罗汉嘛，哦，然后就是只能够怎样，他还有怎样一个涅槃可入啊，所以还有所谓的生灭嘛，哦，同意了解的意思。那以一般的那个到后面的菩萨的部分呢，有没有？哦，他是这样，不实相的部分，同学，什么叫做实相？哦，我们常常说就是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一个啊。哦，他以实相来讲，他不落入两边，哦，不落入那个生或灭，或者是这样，垢或者是净，所以能通满理哈。哦，所以你看那个佛的一个用意有没有？好，哦，我们在讲啊哈，其实佛对众生的一个慈悲啊哈，他为了要让众生能够了解这样，哦。用全的方式，这样能够尽量让众生去了解，所以很多的这个那个实相的义理，这样在《法华经》当中，怎样充分的显现出来，哦，所以也知道《法华经》在这个经典当中，怎样它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我们看，再往下看，哦，所以。满智不生不灭门，所以能够通满理，故这样妙哦。这边一直在讲这个《妙法莲经》《莲华经》这个妙字啊，到底妙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嘛，对不对？哦，那因为怎样讲的是实相，不生不灭门，所以讲称为叫妙。又方等般若啊，吼，待方便，然后通满理啊，所以怎样故出啊，哦。这边的话还有这样方便有没有方便法有没有啊、哦？所以讲比较粗。那这部经呢，哦，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讲，直接讲显满理。哦，这个显满理，这个满理就是这样，不生不灭门呐、啊，那个实相的部分呐、啊，对不对？所以称为妙。哦，那绝代妙者啊，吼、哦，说怎样无分别法。好、哦，即边而中啊！好、哦，我们讲到啊，如果没有两边的话，也就没有中间嘛，对不对？哦，那边就是中啦、啊，对不对？哦，没有这样的了别性啊！哦，所以无非佛法这样，往明清净啊！哦，无复有法这样可以形容啊！哦，那待谁为初啊？哈、哦，行谁为妙？哈、哦，无所可待，亦无所可觉，哦，这一样。以佛经来讲，哦，到后面他也会告诉你这样，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待，也没有什么这样可觉，哦。你怕一般的大众，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样，这个待字就是这样，要且待因缘嘛，对不对？好、哦，那觉就是这样，当下就即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不用且待因缘的。本来就这样，通通都具足了，哦，所以称为觉嘛。所以如果没有可待，那当然这样就没有可觉的这个分别了嘛。哦，待是要因缘嘛，那觉不用因缘嘛。既然没有需要因缘可待的时候，当然这样亦无可觉啊。这个在讲什么？一般众生是怎样需要因缘这样。才能够成佛嘛，对不对？所以他要怎样有所可待，对不对？且待因缘嘛。那佛的话，他这样，他不需要且待因缘，他已经通通具足了嘛，对不对？哦，那所以呢，如果佛跟众生都为这样相同的，没有了别性的话，那所以这样无所可待，亦无可觉了。如果用众生跟佛来形容的话，同学可能就比较了解这两句的一个。意义在哪里了？哦，这样不知这样何名呐、啊？哦，强言为绝。所以他这边又在告诉大家，不要执着那个文字啊！哦，所以不知何名呢？哈、哦，所以这样强言呐、啊，哦，勉强的说他这样为绝、啊。哦，绝字好像也是这样。其实你要形容佛的这种。就是当下整个都具足的因缘性觉智，好像也这样，不太可形容啊，对不对？哦，形容的这样，没有办法这样完全嘛，哦，所以他这边就可以说，哎呀，勉强啊，勉强说觉智啊，哦，来形容啊，所以妙
庙名呢不可思议啊，不因乎出而名为庙，若为呢独有法界啊，广大独觉者啊，此则怎样大有所有啊，那什么叫做觉呢？今法界清净啊，不可以待事，不可以觉事，同学，法界清净有没有？这个其实就是《妙法莲华经》所想要呈现出来的。众生像我们现在都在，我们觉得哇，疫情发生了，对不对？一大堆的扣啊，一大堆的那个业力呀、啊，对不对？哦，那《妙法莲华经》要告诉大家怎样，法界是清净的。其实怎样，所有的法界都是清净的。哦。所以怎样不可待事不可觉事啊，没有待事跟觉事这个的种种的区分，本来这个当下这个法界就是清净的了，是因为我们怎样起了妄念嘛。那同学，我们在梦里面啊，做了很多梦，然后所谓的妄我们形容成梦来讲，你在梦里面你做了很多的种种啊，哈，有一大堆的事情啊，哈，那有罪有福有种种啊，对不对？啊，可是你一醒来的时候，其实这样，你能够说你梦里面的怎样这些东西为真实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告诉你这样法界的清净啊。所以同学有没有越来越期待进入到《妙法莲华经》的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那个所谓实相是什么？所谓的那个法界清净是什么？我们明明众生这么多染垢啊，你看像现在疫情又起，大家都在烦恼啊，又来了、哦、又来一波了、哦、他那个心都在这边动荡不安啊，对不对？这边告诉你法界清净啊，所以同学有没有开始期待那个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在讲这个，其实也是让同学开始怎样，能够慢慢的进入到怎样《妙法莲华经》当中它的意义，它到底在讲些什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故言即灭，用是两妙，妙上呢三法，众生之法呢，亦具足怎样二妙，同学，我们会一直会认为这样，佛才具足所谓的那一种绝代呀、啊，对不对？啊，众生怎么会具足绝代，对不对？啊，其众生一定要且代啊，就众生都要那个，例如说我们要且代因缘来学佛啊，然后听闻佛法，然后开始修行啊，都是且代因缘啊，对不对？可是他这边告诉你，众生之法也具足这二妙哎。也就是说，同学也具足绝代。佛性其实这样，每个都具足啊。所以在《圆觉经》有说，妄尽就这样归真嘛。如果众生的这样这些妄念都尽的时候，就归真了。所以是不是就是一种绝代呢？如果一切都是妄的话，同学想看看，你能够告诉这个且代因缘的部分是为真吗？妄念怎样一切皆为妄的话，且待怎么可能为真，对不对？且待因缘也是一种怎样在妄念当中怎样一种方便法而已啊。所以众生具不具足绝待，以这样来观念来看，具足啊，只是因为众生只取根根尘交涉这个为真实，所以怎样没办法怎样进入到怎样实相跟佛性当中嘛？那要进入也是一种形容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生啊也具足这恶妙，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啊，不要说怀疑自己，哎呀，那个说成佛啊有可能吗？有没有？所以这边告诉你一下。众生之法也具足这二妙，佛法心妙，心法也具足这二妙，所以心佛众生怎样三无差别嘛？有差别的是什么？众生的心嘛，我们认为有差别啊，
所以这边其实就在破我们对这些有相法的东西的一个执着性啊。众生很多的执着啊，所以这边在告诉我们这样，其实啊，一切这样本来就是一样的，是我们众生起这个执着心，所以才会有分了别跟分别啊。那庙呢？有所谓的基本十庙，本门十庙，观心十庙。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基门十庙有所谓净庙、智庙、行庙、位庙、三法庙，还有这样感应庙、神通庙、说法庙、眷属庙、功德利益庙。我们往下看。十相的之境啊，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这在讲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十相呢，是不是佛创造出来的？不是嘛，是本来就这样存在的嘛。所以非佛跟怎样天人所作，本自有。不是只有非是经而已哦。故居于这样最初就有了。那众生呢，我们刚才说怎样迷呀，所以讲起惑。那解理呢，故生智。解理的部分其实同学我们可以用正理会不会比较更适合一点，也就是说信解行正嘛，对不对？我们在解的当中当然会生智啊，可是你真正能够怎样产生坚定的智慧是在怎样正的方面。你唯有正到那边，你那个智慧才会怎样，才会跟那个就是实相的智慧怎样相契嘛。那如果没有，只是还在解当中的时候怎样，你没有办法契入到怎样真正的实相的那个智慧嘛。所以解的部分如果你能够怎样，什么都不执的方式去解，那当然可以。那可是一般众生还是有人的一个思维嘛，人的一个想法。所以讲智为怎样行本。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我们看到，如果怎样用正理故啊，生智其实也蛮就是怎样更为恰当。那智为行本啊，因于怎样智目起于怎样行足啊，我们就说啊，智慧是怎样最根本啊，你所有的行为的背后都要怎样有智慧存在嘛，对不对？那因于智目啊，起于怎样行足啊，那目足与即净，也就是我们很多东西要怎样还是要去修啊，对不对？还是要起修啊，不是说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有智，有没有智目的存在，所以我们会开始怎样想要修行嘛，对不对？而且甚至于这样能够修正成果啊，对不对？那所以起因于这样智目，所以这样起于这样行足啊，要去做啊，要去做。那这样目足这样就是能够这样极尽啊。如果我们这样又有字幕的存在，又有这样行足了，就能够这样极尽。所以要到达佛菩萨的境界啊，不是我们这样想就可以到达了，还要所谓的这样行啊，还要所谓的行啊，不然的话那个想也是这样空想而已，你那个理解也是这样空理解而已。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三法为圣啊，圣于四圣就能够这样入清净池啊。我们知道这个圣就是能够承载啊，那个像一般的所谓的车辆。那这个圣于四圣呢就能够这样，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如实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话，就能够这样入于这样清凉池，然后登于这样诸位。那位呢何所住呢？住于这样三法秘密藏当中啊。那住此法已呢就能够这样集而常照
照实借机啊，哈，机来讲必应。也就是同学要知道哈，一般的那个众生啊，哈，怎样，一定是怎样，同学的根基根气呀、啊，因缘性如果到的话，佛菩萨这样必定这样应了、啊。了解这意思吗？哦，也就是说，当你的佛不度，佛度有缘人嘛，也就是你有因缘，你因缘到了，佛就来这样应嘛，所以才有那个《普门品》里面当中啊，哈，我们知道在《妙法莲华经》后面所附的那个《普门品》里面就讲到怎样，如果你需要什么身得度，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来度嘛，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怎样，机来的话怎样必应。哦，所以这样，若复即垂应啊，哈、哦，先用声闻，哦，这边就开始在讲佛菩萨度化众生如何度化了，哦，那首先用怎样声闻，那神通骇动呢，哈、哦，然后再来的神通骇动，就是其实神通骇动的部分，同学可以有时候呢，哈、哦，我们一般众生是会看到哇，好好很。哇，那个哇，原来如此的殊胜什么的哈、哦，有些人可以用这样的根基啊，哦，像不过哈、哦，一般来讲的话哈、哦，其实曾经有听过哈、啊哦，有听过哈、啊哦，有个地方呢哈、哦，他就现出啊哈、哦，就是那个极乐世界像哈、哦，在天上现出极乐世界像，然后很多人都看到了，啊、哦，那这个也算是怎样神通骇动嘛，对不对？哦，那哇，每个人都很多人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极乐世界像，啊，那同学要问的是怎样，回去以后有起修真正修行，然后开始怎样能够得证的有几位，对不对？哦，而且神通骇动的这个众生，有些怎样，就以怎样这个神通为主啊，对不对？好，以为这神通为主，所以也不一定怎样，有众生就怎样适应这个嘛，对不对？哦，所以再来呢，次以这样口轮这样宣示开导，啊、哦，然后集章法语啊，哈、哦，禀教授道成法这样眷属哦，再来就是这样开始宣传这样宣扬佛法嘛，哦，以佛来讲这样，前面开始这样声闻呐、啊，然后骇动整个法界啊，有没有？好、哦，那知道这样佛已经这样诞生了，对不对？哦，那后面呢？开始这样，哦，佛开始也是默然呐、啊，然后就不讲，然后也是这样，天晚这样，哎，这边请啊，请佛，哎呀，佛啊，你都已经这样，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入世啦、啊，那要赶快这样讲经说法、啊，好、哦，然后让众生能够开始这样修行，然后也能够这样得证啊，对不对？哦，所以因为有那个天晚的这个。请啊，吼、哦，请讲，吼、哦，所以佛可能开始怎样宣示开导，哦，那让众生能够怎样沾法语，哦，然后怎样禀教授道，然后要成法眷属。同学有没有看到禀教授道很重要啊？哈、哦，要去做啊，哈、哦，要去做，哈、哦，这样才能够成为这样法眷属。哦，我们一般的眷属都是指亲人嘛，这个法眷属指的是怎样？佛的这个眷属，也就是我们修行这一条路上啊，对不对？哦，大家都能够共这样同登这样佛菩萨的这个位啊，哦，然后这样成法眷属啊，啊、哦，然后呢，拔生死本，哦，开佛之见，有没有？哦，然后得大利益啊，哦，同学有没有看到？哦，这些啊、其实都是佛呢，哦，他。开讲，然后希望众生能够达到的目标，哦，能够达到的目标啊。那讲到前五呢，哈、哦，也就是这边所讲的净妙、智妙、行妙、位妙跟三法妙，这五位的话是属于怎样约智行啊，哦，那所以怎样因果都具足，哦，那所以呢后五的部分呢，哈、哦，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后五的部分为怎样。感应妙、神通妙、说法妙、眷属妙，还有怎样功德利益妙的部分哦。后五法的部分就怎样约化他哦，也就是要前面是佛自己怎样修行得证嘛，对不对？
哦，那后面的部分就开始这样，讲经说法的部分就是要这样化他啦，对不对？哦，度化这些众生啦，哦，所以这样能所这样通通都具足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言呐、啊，为佛啊，即佛啊，哦，能够这样究竟诸佛的实相。也就是说啊，只有佛，我觉得嘛，我们称佛为这样无等等嘛，没有任何一个法十法界当中没有可以跟佛相比的，所以称为无等等嘛。哦，那这样，所以诸佛这样，诸法这样，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这样本末究竟。哦，这个极为这样精妙哦。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这个所讲的这个实如是的部分哦。这边天台论一切法哈、哦，都是这样真如实相哦，或名为如啊哈、哦，或名为这样如是啊。哦，十法界当中啊，哈，第一个讲外显的这个形象，就称为讲如是相；那内具的这个理性呢，就名为讲如是理；哦，那所具的这个体质呢，哈，就名为讲如是体；哦，然后再讲体所产生的这个利用，就称为讲如是力；那所做的这个作业呢，哈，就名为讲如是作；那由如所做的因呢，就名为讲如是讲因啊，如是那个助缘的部分叫如是缘，好，那由缘产生的这个果呢，叫怎样如是果，那所做的所遭的这个报应呢，就称为讲如是报。那以上呢，哈，相本相为本，有没有报为末？哦，那最后怎样归去讲即究竟？哦，所以名为讲本末究竟啊，哦。那这十法界当中的每一个法界啊，情与无情啊，色心万法都具足这个实如是，也就是我们的一念当中啊，哦，其实怎样，你的一念当中就具足什么如是相、如是体、如是相、如是性，有没有理的部分啊，对不对？好，哦，那如是体、如是用、如是做、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哦，所以如是报，好，哦，然后如是的怎样本末究竟啊，同学一念当中就具足了，哦，不是说哎，像这边就讲啊，色心啊、万法这样，全部都具足了，好，哦，这。所以你看那个大圣的这个佛法或实相的这个佛法的这个部分，同学会很难理解，对不对？哇，一念当中如何能够这样就具足这实如是呢？对不对？哦，所以在这个当中怎样，所以佛才能够怎样要用很多的譬喻啊，很多的方式怎样去叙述嘛。哦，所以他这边通通都具足，所以这样称为这样极为精妙，有没有？哦，一当中啊，都其实不管是任何相、任何境啊，都这样，都具足这样这实无是啊。哦，那我所得的智慧啊，微妙第一啊。哦，那以此妙慧呢，求无上道，这即为这样自妙。哦，什么叫自妙呢？哦，就是佛呢，哦，所得的这个智慧是这样微妙最为第一啊。那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智慧来求无上道的话，这个就称为自妙。哦，所以本从无量无数的佛啊，具足怎样行诸道，行此诸道矣啊，哈，哦，然后怎样道场得这样成果，哦，大家一定怎样很期待，对不对？哦，众生最期待就是怎样，大家都能怎样修正成果嘛，对不对？哦，好，所以佛子行道矣啊，来世这样得作佛，啊，如果我们能够如是的，哦，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呢，哦，去这样子
以无上的这个智慧呢，然后来这样求这无上道的话，来世这样得作佛。哦，这就极为这样奇妙啊！哦，那这边后面讲到天玉四花，哦，就表这样住行相地啊，有没有？十住、十行、十回向跟十地嘛，对不对？哦，然后开示悟入呢，哈、哦，意是这样，位意啊，哦，那圣是宝圣呐、啊，哈、哦，就由于四方啊，直至道场。那四方呢，哈、哦，是这样，因为道场呢是果位哦，有没有？由于四方这样直至这样道场嘛，哦，那所以啊，这就是这样为这样极为这样微妙。那佛自住呢，大圣啊，哈、哦，如其所得法，哈、哦，定慧有没有？立庄严嘛？我们知道，在修行当中这样定跟慧要这样都要修嘛，对不对？哦，不能够修定不修慧，或修慧不修定嘛。哦，唯有定慧双修，才有办法这样有所成就啊。哦，好，你没有定，没有办法产生般若慧啊。哦，那种就大家心如果这样都是散乱心的话，哦，没有办法修得这样这个所谓的般若慧或佛的智慧啊。哦，唯有怎样要修定、啊、哦，所以所得法怎样定慧力庄严、啊、哦，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东西去庄严？哦，一般我们能够想到的都是一些相的庄严，对不对？哦，这边在告诉你怎样用修行的功德力去怎样庄严呢、啊？哦，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场当中，大家常常都会想，哎呀。那个鲜花啊，果用果的部分来怎样去庄严这个道场，对不对？哦，其实最殊胜的是属于怎样法的供养，也就是我们的这样用怎样定慧力来庄严。哦，所以大圣呢即这样真性鬼，定呢哈、哦、即知成鬼啊。哦，那慧呢哈、哦、就这样观照鬼。哦，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三法妙，也就是大圣定跟慧哦，这是称为这样三法妙。哦，那我们于三七日当中呢，如果思维如是事，我以佛眼观啊，哈、哦，见六道的众生啊，这就是为这样感应妙啊、哦。然后呢，入定雨花，哈、哦，动地放光，这就是神通妙，有没有？好、哦，同学。这感应妙呢，就是这样，六道的众生呐、啊，好、哦，我们用佛眼来观这六道的众生，就称为这样感应妙。那佛呢，入定啊，雨花动地放光，这就是佛展现他的什么神通妙，哦。所以呢，其所说法皆悉到一切智地啊，哦，我们知道一切智，好、哦，能够称为一切智的人，只有这样佛而已，哦。好，所以以经当说啊，最为怎样难信难解者，即为怎样说法妙也。啊、哦，当中这么多的妙当中啊，同学他告诉你这样，最难信难解的，即为怎样说法妙啊？要说到大众都能够怎样升起信心，这个是怎样最为怎样难呐、啊？哦，所以这样。能够说到大家都相信的、哦、所以这个叫称为啥说法妙、哦、但教化菩萨呢无声闻弟子啊、哦、即为这样眷属妙，有没有、哦、就是这样菩萨了、哦、大家都全部都倒向大圣了，然后就是全部都倒向这样、哦、就是成佛这条路上面了、哦、然后没有声闻弟子啊，这些就称为这样眷属庙哦。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讲刚才讲的十庙当中啊，有没有？我们还是回到前面一下，别人同学哎、欸，现在在讲哎、欸，我们刚才讲的所谓这样有基门十庙的部分，有寂庙、智庙、喜庙、畏庙、三法庙，有没有？感应庙有没有？还有神通庙、说法庙、眷属庙，有没有？刚才他所说的眷属庙就是怎样？大家接入到大圣，也就是大家都讲目标定在成佛成菩萨，
啊，而没有定在怎样声闻缘觉，这就叫做什么眷属妙。哦，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哦，那再来呢？哦，现在、未来，若闻一句一记啊，我皆与呀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呀、啊，哦，须臾啊，哈、哦，闻之啊，即得讲究竟三菩提，不令一得一人讲独得灭度啊，哦，皆以讲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这就是讲功德利益妙哦。这些其实就是讲我们的一个发愿呐、啊，哦，我皆与这样授予这个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所谓成佛啊，对不对？哦，然后如果能够听闻呐、啊，就能够这样得这样究竟的三菩提，哦，不是那一个人独得啊，哦，而是这样如来呢，哈、哦，灭度而灭度之啊，哦，这就是这样。大家能够怎样听闻三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便能够得到究竟三菩提，这个都是怎样成佛力嘛，对不对？哦，如果没有成佛力的话，如何能够怎样证得佛的，对不对？哦，所以这边称为这样功德这样利益妙啊。哦，所以本门十妙有吧？刚才讲的本基十妙，这边讲到本门十妙的部分，啊、哦，也就是所谓的本因妙、本果妙、本国土妙、本感应妙、本神通妙、本说法妙、本眷属妙、本涅槃妙、本寿命妙，还有这样本利益妙。哦，好，那本因妙呢？哈、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其实它这个虽然在诠释个这个妙字啊。其实他也是在赞叹怎样《妙法莲华经》的这一部经啊，具足这些啊。哦，所以一个妙字其实呢，就怎样已通怎样整部经了哦。哦，所以同学不要小看这个妙字。哦，所以这边讲到本因妙哦，为什么要花时间让大家能够了解？哦，也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也可以藉由这样的叙述，大概。能够了解的《妙法莲华经》这部经的经义在讲什么？哦，所以这边讲到本因妙，本初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啊，哦，这样行菩萨道所修因也啊，哈、哦，若十六王子啊，在大通佛时啊，弘经结缘呐，哈，皆讲中间所作非本因啊，哦，这在讲什么？那个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十六王子。这个十六王子呢，哈，他在大通佛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在弘扬《妙法莲华经》，好跟大众结缘，哦，所以这个都是这样中间做，不是这样本因呐，哦，这都是过成典劫前呐、啊、所行道者。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成，成就是这样为成，那劫呢就是极大的实现，也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所讲的时间的部分，这个是很最极大的一个这样时间呐、啊。哦，那成典劫呢，就譬喻这样时间甚长久之词啊，哦，称为这样成劫。哦，在《法华经》啊，《三化成喻品》当中啊，有说到这样三千成典劫。哦，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名相，哦，在未来看到的时候，同学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哦，也这个就是讲时间非常非常长久以前的事，这个时间的长久呢，已经长到怎样，不是众生能够想象的了。哦，因为那个劫啊，我们说什么叫做劫？同学想看看哦，哈、哦。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形容啊，在城堡里面放满了种子啊，哦，放满了种子哦，哦，那个菜的种子很小，对不对？那可是它是积满整个城堡哦，一百年拿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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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种子都尽了，结还没尽哦，这个叫做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譬喻是这样。一块很大块的石头啊，啊，那
你拿一个很柔软的那种布啊，一百年擦一下，一百年擦一下，一百年摸一下，只可以擦一下而已哦，不是就这样抹、哦，我就一百年擦一下，一百年擦一下，那个石头啊都被你抹尽了，有没有？结还没有尽，所以这个时间不是一般的这样众生能够想象的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非常长久以前了，哦，那譬如呢，哈、哦，这个他就讲啊，哈、哦。那个在《法华经》哈、哦、化成玉品里面有讲到啊哈、哦，这个三千乘点劫啊，哦，就是在讲这个大通至圣如来之入灭，哦，这个是长久以前的事情啊，哦，那久到怎样呢？好像譬如将三千大千世界磨为微尘啊，哦啊，东方啊经过千国土啊哈、哦、啊才掉落这样一微尘，有没有？啊，那经又再经过这个千国土哈、哦，掉第二围城呢、啊，啊，全部的围城都这样落尽了哈、哦，啊，所经的国土呢哈、哦，皆碎为这样围城了，哦，如此之一呀、啊，围城为这样一劫，哦，所以即有这样三千乘点劫，哇，这时间，那个时间这样，哦，真的是长到我没有办法思议，对不对？哦，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磨成微尘了、啊、哦，然后怎样？东方哦，我们知道往东方的这个国佛土去哦，国土去，然后经过一千个国土才掉一颗哦，掉一个微尘，再经过一千个微尘国土再掉第二个微尘，哦，那怎样？全部落尽了、啊、哦，这样的一微尘呢、啊，哈、哦，称为这样一劫。哦，所以只有这样三千层的这样层点劫、啊、哦，那也有同经卷当中啊哈、哦，卷五当中啊哈、哦，如来受量品里面啊有讲到这样五百层点劫哦，那这就是阐明这样世尊成佛以来啊长久时间的长久哦，就未将这样五百千万亿哪由他阿僧祇。之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那在今呢五百千万亿那由他呢哈、哦、阿僧祇之国土啊哈、哦、方落下一层微尘，然后在今呢五百千万亿人哈、哦、哪由他阿僧祇国土啊哈、哦、再掉第二微尘，哦，这样的一个落法呢哈、哦、这样称为这样，总计有五百这样。乘点劫，或者是称为这样五百亿的乘点劫，好、哦，所以我们就只要记得一句话，这代表这样时间之长久啊，久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哦，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所以这都是这样，不是本因啊，是过乘点劫前啊所行道。哦、所以故名为这样本因妙、哦、好，那本果妙呢是这样、哦、这个本初啊所行的圆妙之一啊气得这样究竟常乐我净、啊、才是这样本果、哦、那不取呢、哦、即场色那成佛为这样本果、哦、但取这样成佛以来啊甚大长久出证之果啊名为这样本果妙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齁、哦、其实这样以本果妙呢齁、哦、本初呢齁、哦、所行的这样这个圆妙之因啊哦，我们一定怎样有所行，有没有？像我们知道那个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长久以来啊齁、哦、他行了非常多的这样这些种种的因缘性嘛，对不对？哦，我们可以看到他不管是在布施上面啊，或是教化众生上面啊，都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在这个上面嘛，对不对？哦，那他自己本身的修道的部分呢、啊，有没有？哦，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些种种啊，哦，圆妙之意啊，哈、哦，你才有办法这样气得这样究竟常乐我净啊，这个这样。就是所谓的本果，哦，那我们不会取这样色那
摄那佛啊，哈，为本果，哈，那但取成佛以来啊，哈，甚大长久出证之果，名为这样本果，哦，也就是长久以来他出证之果，我们这样称为这样本果，哦，好，那本土妙者啊，哈，既然这样本既这样成果，必有一果，啊，对不对？哦，也就是佛果啊。哦，我们既然大也成佛了，就还有这样佛国净土嘛，对不对？哦，所以必有这样一国。那经济呢？哈，哦，积在同居啊，哈，哦，或者是三土啊，哈，哦，中间亦有四土。那本佛亦有四土啊，哈，哦，复居何处啊？文云啊，哈，哦，自从以来啊，哈，哦，我常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教化，按此文啊，哈，哦。实非经基中之娑婆，哦，亦非中间全基之处所，哦，其实这个就是怎样，他们在探讨这个所谓的娑婆世界，哦，是哪是指的是怎样，哦，所以他按照本文呢，哦，不是怎样经日基中的这个娑婆，哦，大家这个部分的话同学就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哦，所以乃是怎样本之娑婆，所以称为这样本土妙。好，那本感应者啊，吼，就是这样，既已成果啊，吼，就这样本质啊，吼，所证的这样二十五万三昧，吼，二十五万三昧的话，同学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二十五万三昧的话，哈，这就是这样破三界二十五有的二十五种三昧。哦，同学我们知道我们在以三界来讲它有二十五有嘛，对不对？哦，那我们要怎样破这个三界的二十五有，就这样要以这二十五种三昧去二十五有。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哦，以这样第一个以无扣三昧能够坏这样地狱有，哦，啊，以不退三昧能够坏这样畜生有，以心乐三昧能够坏什么恶鬼有，以欢喜三昧能够坏怎样阿修罗有，哦，同学这边我们都可以，同学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以这三昧，哦，然后来坏这二十五有。那后面呢这样我们看一下最后就好了，哦，好，以我三昧呢，哦，能断非想非非想处有，哦，这个就是这样以这个二十五有二十五总的这样三昧去坏众生对这二十五有的这样执着啊，哦，那慈悲誓愿啊，哦，然后这样积感相关啊，哦，集集而造，哦，故缘这样本感应啊，哦，那本神通呢，哦，就是习所得的这样无计划化常。好，我们来看一下，奇怪，无计划化常就是这样在自然呢无碍的之中啊，哦，做无穷变化的禅定。好，哦，那《法华经》呢，哈，哦，玄义那个卷四上啊，哈，哦，还有在那个《法界次第》啊，哈，哦，出门卷下之上啊，哈，哦，皆列举九种的大禅啊，哈，哦，那第六种的哈，哦，就是一切行禅，就含摄大圣一切行法之这样禅定，一切行法又开始这样，一切的行禅又细分为十三种。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无计，哦，化化禅，哦，这是一种任运自如啊，哦，无穷变化而又怎样自在无碍的禅定，哦，其实这几乎很多禅定都是所谓的任意自如，哦，无穷变化，哦，啊，又自在无碍，哦，因为禅定的这个东西是怎样也是比较超乎众生的一个想象的，哦，所以一般的形容都是这样任运自如啊，哦，然后无求变化又能够这样自在无碍啊，哦，那第四呢，哦，四明之理之十不二门啊，哦，
这个就是这样，所谓的不二就是这样，没有了别性啊，哦，不分两边啊，哦，岂无际化化常否啊，哦，即应即运这样不发也，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哦，这讲习所得的这无际化化常，与本因时啊，哈，哦，诸慈悲合啊。那施化所做的神通啊，害动可助众生，这就称为叫本神通啊。哦，那本说法就是，其那个往昔啊，哈，哦，初作道场，此成正觉啊。哦，那怎样初转法轮啊，哈，哦，然后怎样四遍所说之法，这本说法。那本眷属呢，哈，哦，就是这样，本时说法所批之人啊，哈，哦，如下方住者，哦，弥勒不是啊，哈，哦，即这样。本眷属也，哦，那再来本涅槃，哦，我们讲到这样正断得涅槃，就这样本时应处同居方便恶土，有缘寂静啊，哦，忏缘入灭，这就是这样本涅槃，哦，所以本寿命就这样，既然入灭就这样长短啊，哦，远近寿命，哦，那本利益就这样本时的这个眷属所获的利益啊，哦，这是观心十妙啊，啊，机门跟这个本门都是这样关心呐，啊，啊，机门的关心呢，哈，哦，善在诸文，那本门的关心就是讲的就是这样，佛如众生如啊，一如无二如啊，哦，就是佛跟众生其实这样没有差别性啊，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的所谓的十妙的部分，哦，那再来他有名所谓的莲花。哦，这就是妙法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在那个寒山大师的时候，哈，哦，我们就有叙述到。哦，所以我们回到寒山大师这边来。那我们来讲一下这部经的译经者。所以妙字，哈，哦，我们。可以发现就已经这样包含一切的妙法在当中了，哦，那因为我们之前有在用憨山大师的这个四体的部分，哦，所以我们可以就可以发现这个憨山大师的东西真的是这样比较精简，对不对，哦，然后而且比较扼要，对不对，哦，啊，那个偶一大师他就讲得非常的微细，哦，讲得比较细一些，哦，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哈，就是奉怎样勤三藏法师啊，哈，鸠摩罗什，然后奉诏译啊，哦，那这个姚琴呢，哈，这个是鸠摩罗，这部经是鸠摩罗什负责那个所翻译的，哦，那这部经我们知道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都这样，经文都非常的这样，非常的优美，哦，它的那个词义的部分有没有？哦，很非常的优美。哦，因为他在那个鸠摩罗什是这样，他也通这样梵文的部分，也通这样汉语的部分，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可以翻译的很优美。哦，好，那姚琴呢？哈，哦，就是这样，东晋的五胡乱华。哈，哦，那姚兴呢有国之号。哈，哦，这姚兴，哦，他的那时候他的。国号啊，哦，就称为姚琴。那初前秦呢，哈，苻坚呢，哈，见道安法师啊，哈，就称为这样圣人。那道安法师呢，就说啊，贫僧非圣啊，哦，然后闻之呢，西域的呢，丘之国啊，哈，有鸠摩罗什，视为圣人，哦，人家称道安法师，哈，哦，那。生战生嘛，哦，他说，哎，欸，他不是圣人，哦，真正的圣人是这样，鸠摩罗什，哦，鸠摩罗什。那谈越狱见呐，啊，哈，哦，当可淫之啊，哦，所以呢，哈，哦，就带他去接他，哦，接这个鸠摩罗什啊，哈，哦，所以时间呢，以这样铁甲七万，哈，哦，令这样吕官为将，哦，罚归之取舍，哦，你看。那这个要那个知道圣人为那个鸠摩罗什有没有啊，哦？那他就这样兴兵啦，啊，哦，然后去这样征伐这个丘之，然后这样取得鸠摩罗什。
那围城啊，哈，那王曰啊，哈，我与吾与中国啊，哈，相渺远，哦，素不相通啊，哈，何谓剑法？哦，为什么要来讨伐我？哦，啊，这个关曰啊，哈，大秦天王啊，哈，王国啊，哈，有圣人鸠摩罗什，哦，要请回这样供养，哇，这个也是。你看，为了要请圣人，这样行就可以啊，兴兵哦，然后怎样哦，种种哈、哦。那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关曰啊，大秦天王哦，这个非厉王之那个土地也哦，这不是想要你的这个土地啊，哦、而是要怎样要请这个圣人哦。那时候那个鸠摩罗什呢，哈、哦，才20岁。哦，然后是丘之王的那个孙呐、啊，外孙，哦，那很会辩才，哦，那当时已经讲魏王呢，哈、哦，讲《般若经》了，20岁已经开始讲《般若经》了，哦，那王说呢，鸠摩罗什是我们国家的怎样宝啊，哦，怎么可能这样就轻易的怎样放弃，然后就听你的命令就怎样轻易的放弃呢？不可能呐、啊，哦，所以王久不解。哦，所以这样，那个鸠摩罗什就请于王曰啊，以贫道之故啊，而苦其这样民人呐、啊，哦，非慈悲之道，愿起行啊，哈、哦，即当反矣耳。哦，也就是啊，因为他的原因啊，哈、哦，兴兵对不对？哈、哦，那苦道的人民啊、哦，那以慈悲的原因呢，他就这样愿意这样去啊。哦，所以王不得已啊，就让他过去那个哈、哦。那关呢，银蛇那入关了、啊、哈、哦，然后就听闻这样坚以处啊哈、哦，那再就摇长自立哈、哦，那所以关就这样据这个那个凉州啊哈、哦、即位哦，名为大凉哈、哦。那子少立啊哈、哦，就为这样太原宫女串所。所害啊，哦、那篡立呢又为吕超所废、哦、所以 我大家看到那个鸠摩罗什的这个过程也是怎样很艰辛啊，对不对、哦、好不容易人家给他请过去又发生很多的战乱啊、哦、然后争来争去、哦、你看圣人请到了、哦、大家没有赶快跟他请示这个佛法经文的部分，然后反而还是怎样以民众的大家的那个利益啊，哈为主啊，哈互相的争斗，互相的争斗。那最后呢，哈我们可以看到，终于怎样，哦，终于后面呢，哈遂奉蛇死，终于鸠摩罗什的啊入长安。那秦王啊，哈秦祖师啊，哈李治啊，哦那鸠摩罗什在梁啊为少等这样错辱，有不堪其言哈、哦，那时就安忍之啊哈、哦，但见到秦主啊哈、哦，初呢哈、哦、甚这样甚敬重啊啊，次因呢哈、哦、那个西域的梵师啊有持禅波罗蜜智者啊哈、哦，跟鸠摩罗什甚气啊哈、哦，心欲这样留之啊，啊梵师不住啊哈、哦，遂弃去。哦，所以都还有一些因缘性在了，哦，那所以鸠摩罗什呢，哈、哦，就开始释持经呐、啊，哈、哦，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译持经时啊，哦，始居于草堂呐、啊，哈、哦，正当为宜之际啊，哈、哦，以法为重，哦，乃不避嫌，诚之发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因缘性，你看这个鸠摩罗什还非常的有定力，哦，这样坚持的这样把这部经翻译出来。哦，所以我们知道这部经的翻译的过程也是这样，重因缘的一个成就啊。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上到这边。哦，那个，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哦，那下礼拜的话，同学就可以把这部那个带过来。哦，我们那个就会开始宣讲这一。那个寒山大师的这个部分哈，稍等一下哈，今天的电脑怪怪的。我们下礼拜的话，同学就把《妙法莲华经》通义呀哈，这寒山大师所述的这一部经带过来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宣讲《妙法莲华经》了哈。好，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